汪建民日前才透露罹患肺腺癌第四期，且癌细胞扩散到脑部，努力化疗七个月后，近日传出他过世消息，而妹妹也证实死讯，昨日于晚上离世。建民哥的离世，一切烟消云散，很谢谢最后这段时间帮忙的朋友们，包含所有细心照顾的医疗人员、社工朋友，也对所有被他亏欠的友人致上最深的歉意。这辈子亏欠的，让他下辈子还给各位，也恳求各位高抬贵手，给家人们一个空间。汪建民的妹妹也谢谢其女友陪哥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，谢谢你在他身边的不离不弃，也让你承担了很多事情，再次感谢。死讯震撼演艺圈。